后壁邦比地区的人口数真少，将来邦比圣安堂是地方重要的信用中心。伫过去家家户户有水牛的时代，牛若是破病，村民就向圣安堂的圣号工作来清洗青草药，来替水牛医病。伊这个牛吼，若使要过头，伊勒着吼，啊，拢来请教阮这个圣号工作吼，啊，伊这个伊就派药方吼，啊，派药方食。啊！你若勒着，像安勒着，使到勒着吼，安尼，伊低血压倒落，脉会震动，头会害，安尼伊要我当他甲医起来。哦，伊是真正这个牛，阮这个牛真厉害。哦，那边啊，使勒着，当使拢来找伊。啊，真正逐只来找伊，逐只拢大部分拢全伊有遐较济啦。啊，两个也采取药方来，哦，来我食。幸好工作的成绩也阁唔难食的。民国98年为外地来后壁设厂的陈明辉，目前是圣安堂的主委，多年来真有感应。参就是今年10月份工厂火烧，主委讲，若是无幸好工的倒三工，恐惊损失是阁较严重。咱队长吼，带咱消防队的迄、那个兄弟吼，来灭火，啊足顺利吼，啊就甲灭掉。吼、哦，这是互咱吼感觉足幸的所在啦。因为咱这个塑胶吼，烧起来吼，伊毋是讲短两点钟吼，你就甲拍会花。尤其咱的面前吼，还过遐尼啊宽，啊过，过较现是讲吼，伊烧的时阵吼，定点是伫遐尔，伊袂互阮摊甲第二栋、第三栋准烧伫遐。所以吼，这是我感觉吼，咱这个好主工吼，真正非常无简单。陈明辉主委表示，幸好讲的行为很黑，真疼惜地方，甲村民拢顾甲真好。伊虽然讲是外地来发展，嘛是欢喜来接任主委。12月30号，圣安堂将会扩大庆祝幸好讲的圣诞庆祝，希望大家共同来参与。南天新闻台后壁采访报道。